哟，大家好，我是拜特，欢迎收看本期国家球大逃杀。这次国家球们穿越回了宫廷时代，是的，他们将穿越危险的皇宫，向东抵达终点。同时我们将有不同类型的僵尸等着大家。那么各位观众，你认为谁将成为冠军？请将你支持的国家球打在弹幕上，我们的比赛现在开始。假如从远古时期僵尸便统治地球，他们进化出了繁衍的能力，从而过去了几千年的时间，这个世界僵尸版王朝一次次更迭，这个朝代奢华糜烂，而国家球从宇宙之门穿越此处，无意间沦为贡品。他们需要做的就是逃离这里，抵达新的宇宙，但在这之前他们必将遭遇阻碍。陆续摆满来自各国的贡品，敢于毁坏者，皇后僵尸赐其三杯汤。你们为什么要造反？谁要论武功，鳌拜僵尸，均与其比试比试。什么武功？但再小的拳头架不住同时挥发几百连击。鳌拜一身，精忠为国，死而后已。就这样，国家球发现了自身的优势，而下面登场的总管僵尸显然没有把集体之计放在眼里。你中了我的花虎绵掌，居然还敢撒谎！
是下来是受命于皇上，本将军带兵来平叛，想必一定有流寇来往。本将军带兵保护来的。皇上操心国事，还怎么回信儿？恭喜埃及球首个抵达终点，获得本期比赛的冠军。